你这个，我觉得我一口咬不下了这个。我的新加坡子女，谢谢。来到马来西亚，我们今天要带他去一个特别任务，吃一个很特别的东西。burger。为什么说吃这个 burger 是特别的嘞？原因是因为卖 burger 的这个人呢，救助了47个流浪狗。基本上他在这个档口所卖到的 burger 赚到的钱呢，都是拿去他的 dog shelter 去 settle 他的 dog shelter 的开销的。有看到吗？说你是 Andy Ong 啊？对对。哦、oh, ，OK OK。狗的那个 rescue 的地方是在哪里啊？在什么院？什么院？哦，你是有狗跟猫都有啊？啊，没有了，狗。啊，狗。说你现在的 shelter 有多少只狗啊？啊，47。47只啦，啊对，你有 open for 人家领养的吗？没有啊，哦就是自己养，放心，在自己手比较安全的，自家做的猪肉饼汉堡，所以我们今天 try 这个。你是每一天都有开吗？不是，有时是星期四的。我是看我的朋友几时有去销售，我就到他车去。有些是给车撞到的、啊，有些是给人家打的，那种 abuse 的啦，虐待的。啊是啊，有些是从那些建筑那边救出来的啦，有些是。这个美食中心呢，确实真的很大，有户外有户内，加起来应该有超过200个档口。一整个大露天，还有一个大电视，这边看球很爽哎。这样子拿到一份，这个是10块钱。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嗯，十斤，大伯，十斤，原本的是长这样。而且他们的 patty 是自己做的，那猪肉的 patty 是自己做的。嗯，好香哦。这样。很酥脆。很香。你觉得我咬到没有了？它不会硬，它很香，它的那个肉里都很香一下。它其实呢，就很像是自己家里阿妈跟妈妈在家做的那个 burger。来，我们点的这个也来。哎，鸡蛋仔，鸡蛋仔一定。我还来了一个跟南秋生。哇，想要偷吃这个。我们的子女萱萱真的很爱马来西亚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跟你一样哦。它里面还有鸡蛋呢，它除了有这个猪肉饼、鸡蛋、cheese。哇，你这个，我觉得我一口咬不下了这个。哇，很 juicy 耶。满满的料，很爽。肉道好吃吧？ OK 啊。OK。吃得完了、啊、你这个。对，给我来一分钟就吃完了。哇，你真的是要提早来哦！你看，很多人呐、啊，全部在等呐、啊。Baby 在里面做什么？帮忙做工啊？领养啊，领养比较好，我不要买。You like your burger? Yes. I love animals. 可以相互照亮，看见光，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吧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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